来喽来喽，杨儿今天带我们的团队，我们今天呢要来这个梦幻岛呢做一个竞赛，那我们要分成 A、B 两组，就是一组就有两个人。那我们现在有四位伙伴，那我们来看他们如何分组。我们先来分组好了，你们要用什么方式分组？黑白菜吗？好，我们先试试看。温柔黑白菜。温柔黑白菜吗？先黑白菜吗？好好好好，我们现在来选出 A、B 两组的伙伴，谁跟谁配？好，那开始哦。温柔黑白配，就是怎样？自己一组哦。温柔黑白配。好 ，A 组、B 组 ，A 组呢有一个小宝宝在这里，你要不要太激动哦？那 B 组，那杨儿就准备了各1000块给你们打台。好，那我已经准备好，你们两个，两个就是1000，两个也是1000。那我们呢，就是不限时间啦，把钱花完就好。但是呢，就看谁夹最多。同样的商品最多不能超过3样，因为避免一直捞一直捞，有没有？如果那个小包了很会捞，那就赢了，对不对？同样的商品如果超过3样的话就不算。然后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，Go！我想要夹一下，我没有要叫人家来排，我试试看，因为我这一碟手很痒，是不是？对啊。哦，有哈，有，已经有，把它弄出来一点。哎，一串，快点一串，我就插这里好了。夹那个正门捏一点点就好了，说不定10块钱就出了。这要晃吗？不用吧。晃啊晃，你要怎么晃都可以，你要摇屁股也可以。啊？对。有了。你没有夹过饼干，10块钱就出来。哎，这个就是他刚刚讲的啦，没有读书考试考第一。不好。哎，那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我就觉得你可以。A 组，旁边那一包我觉得也可以。可以耶！我觉得旁边你可以抓旁边。这包吗？嘿，1、2、3，第三包。嘿，第三包，因为旁边我觉得卡一下而已。捏边边，对，对对对。好，不然滑一下好了，压下来，也是晃啊。对，在前面一点，好。有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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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耶！好喽，我们换了 B 组，这边来夹一下饼干。我们刚那个，我们的阿桃夹了2包，那我们这边看夹几包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他爪子真的不错啦，很会捏啊，有力的、欸。我讲，哎、欸，对对对对，可以可以可以。这一压就对啊，压了就有啦，滑一下滑动，要咬，有嘞有嘞，全身动起来，两包。这个爪子真的不错吧？我真的觉得它捏的真的很细耶，真的很好。我发现这一台丝绒奶茶
它的挡板这么低耶，而且它已经堆到这样，如果把它拉上的话，应该会很多罐哦。来来来，我们 A、B 两组来攻这一台来看看。那先来哪一组 ？B 组好了，秋慧，秋慧，你看一下哦。像这样子的话，你可以正门都可以打，先把它打散。对，有了有了。哇！对，有，哇，三罐，耶，三罐，有没有，是不是？啊，安娜，有，厉害耶，掉两罐，小雨夹了四罐，厉害哦。哦，再一罐，好，那两罐我觉得可少。下来了，你再一样夹那刚刚那个点，对，下来，哎、欸，都没有夹、欸，哎、欸，他没有收手，哎，就碰一下就行。他知道你那个，他过了就不会再抓了。哦，真的、哦？对，再一个，对，那一罐，对。有了，好，收工，三罐，三罐。我们 一堆人在研究这个到底是什么，结果那个旁边的那个粉丝说，这个是一开罐里面是装湿纸巾，哎、欸，这很可爱耶，超可爱耶，对呀、啊，而且是三丽鸥的，哎，谁要先？换谁？来 ，B 组，秋慧，这样哎、欸、可以，这好像没办法拉，可是试试看，我觉得那前面那正门都可以。拉不到，那打正门，让它掉下来就好了。其实那个，好，对不对？正门那一个，哇、哦！先看一下，哎、欸，蛮好打的，哎，好可爱哟、哦！它是湿纸巾啦、啊，这边打开嘛，哦，对，哦，是这样啦、啊，它这边可以抽的，对，抽的湿纸巾，好可爱哟、哦，对啊，对。有，对，两个，哇，这个三块嘞，哇，哎，我可以再打，或者，因为我们觉得这个就是打到下面它就会崩下来啊，哦，对不对？先那一罐，然后红色那个粉色，它插在里面那一罐，太多了，跟他讲了。看你有没有办法，对，那个是吗？哦，很准哎，哦，但是我觉得是你的正门旁边那个粉红色很好的，嘿，那一罐，我觉得是那一罐，对，左边右边啊，中间，对，有了，这样就有了，哦，你看。好，对，看不到，没有你晃可以，拉下来就好，拨它往，我要再往里面一点，对，有动了，好，一样，啊你要咬哦，这样它下去的时候就有力气把它带下来，你多摇大力点，对，你看。再玩一下，刚刚那个，多的算我的。青苔啦，好，对，哦，啊那三罐再把它抓一下，应该都会下。这三罐，哎，对，啊一样晃，对，有了，哎没，没关系，红色。晃。
哎，你就准呢、欸！我真的觉得它蛮准的。再样那个位置，一样晃，对，落爪就可以了。对，哇、哦，超厉害的，八冠呢！来哦，喝饼干哦，这个感觉很好吃哎，海苔好吃，海苔好吃。我觉得正门那边可以捞不到，对，正门就好，对，就可以。有了耶，有了。哎呀，好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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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耶！我觉得这个很好吃哎，酥打饼干那个轻捏那个边边就好了。好。这是包捏边边应该都可以出，我觉得。这要放吗？太里面。要夹。夹边边。对。靠近长板。对对。对对。哇，帅掉！一样好。哇，真的吗？两包好，收工。两包，真的。觉得这个苏打饼也不错，夹边边。好、哦，对不对？越边边就拖，有拖过来就可以了。两只爪，哎，凹爪，哎，哇，太耶，高手，高手。其实我发现它这里的爪子都会有凹爪，就是它不会碰到就爽，它还有好的倒爪，对不对？对啊，好厉害哦！顶一只脚，两只爪稍微去倒爪，把它弄出来，可以，可以。有了有了有了，两包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总共两包，还有刚刚那一包有没有？啊，总共两包。啊，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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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哇，你看你的超边的哎，哎有哎，真的，这里的爪子真的不错，很粗鄙哎，我觉得很好玩，抓边边，捏边边。哇，你很会，你也会耶！我拿我自己把动物抓死了。对，好，试试看。呀！哎，你们都变天才了哎！谁来了？哎有哎！哦，有没有两包？来，一样一样，那边就是看那边把它抓走，就会有。有有有，那边再拿一下。哎，我觉得那个是要用晃的，把它弄下来。对对对，晃晃，摇嘞，身体也摇嘞，摇嘞，摇嘞。有有有有有有有。好，耶，五包。有啊。哦。有凶哦。哎，很厉害哎。哎呀。有啊，你买到晒掉，耶耶！有自己，有自己，有想多会动的，有哦，自己压一下，压一下，我这样就压了啊，两包是不是？对，哟，哎卡。啊，夹太多了，太多了，哎、欸，谁说太多的？所以夹太多就是会重，要、啊、不然前面那个看看，夹肚子，对，有滑一点，捏一下，小捏小捏，有了耶！你们是看我了。吃面哦，韩国的有面哦，有面哦，有面了，还要再去吃火锅，帮我一个人干掉三组了。听说孕妇的手气都比较旺，要嘞。
来指定这一台哦，这个玩偶真的是还蛮可爱的哎，而且连我觉得小只的就可以带回去给我们的粉丝。那我们先来请 A 组来夹一下，阿桃加油！晃一下，晃一下。哎、欸，孕妇的那个好运比较好哎、欸。那捏旁边就好了。脚手手吗？还是脚？脚。看你有没有这么厉害。哎、欸，时间到。手机都比较好啊，很帅。哎呀，连店员都说很帅哎。谢谢。哇，好香啊！还掉粉屁猪。哦！我看到什么了？不用分组了啦，你们。怎么这样？好可爱哦！天哪！我们再一次再……哎，我们试试看这个。啊！抓边边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！哎呦我的妈！哎呦我的妈！知道哎！哈哈哈！再打一次看看灰色的正门哎，一样脱脚，这个就是要脱脚。没有，没关系，它刚好就是那个夹尾。对，有，哇，好幸运哦，脱脚，啊，这到底是谁发明的啊？是或者是正妹？对，脚，有啦有啦，紧张。对，他差一点点。哎，再一次。哎呦呦呦！你也是控制的蛮好的。啊！呀！哎，对了，哎，你真的超厉害的哎！哎。真的没有请人家排耶，你看马上就两只，超厉害的啊！我有想要把爪子放后面，然后踢前，踢去前面。好，我们来试看看。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那么厉害，来试看看。我试试看。不是这样啊，看人家是这样啊，然后就是把它往前推哦。试试看。好像有一点哦，有一点。好，它也倒了。对。那我往这边好了。是的，对，然后这边呢？后面吗？这个我看一下。我刚刚看了什么？我看了什么？对，然后我们再把那边打下来看看。那我觉得他这边应该没办法了，就是往前推就好了，对，往前了，对不对？就可能夹它或那个，有，我们要清台了，我们带这个电风扇回去给粉丝。蜡笔小新，两盒，它这爪子真的是怎样？真的很好哦。有了，哎，怎么夹？怎么重？哎，我重到不好意思了。就那个小羊真的很嚣张，这个，哎，好，我们先来看一下几台，我们叫小姐来了，小姐等下来了，美，叫小姐，快，还有六，还有。七，
还有这就会结算数量，来开始咯，一31，1000块31，样还蛮好的啊，耶！组开始，2、3、4、5、6。B 组感觉都比较贵。19、20、21，哇，1000块21呀！换我咯，洋洋1000块看几样。